给我站着，我吐了。这一下午给你忙活够呛是不是？累不累？你瞅你造的啊，我咋瞅你上一趟下一趟折腾够呛啊你？忙活完了吧？啊？干啥呢？你瞅你累，瞅你那身上哈喇子，你瞅瞅来，这怎么他妈的？你咋不把床给他搬过来呢？电脑给放里头，还能玩个吃鸡啥的？你他妈给他拿个平板，他会玩吗？我他妈生病的时候咋没见你这么孝顺我呢，张老五啊？你瞅瞅，你瞅瞅，楼上还有冰，那屋还有冰箱呢，冰箱搬进来吧，省得热，给开个空调。我早给他买好东西了，用你啊。瞅瞅我这屋来，啥他妈都没有啊，给我留个毛也行啊，毛都没有，这平板还叼过去了。厨房里头还有煤气罐子呢，你给叼进来吧，做饭在里头大火，以后不用管。